眉毛，眉毛，还是眉毛。我家布宝除了换毛器会掉一些毛，平时你怎么梳都梳不出毛。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想问我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想缓解狗子的掉毛很简单，就是这个鱼油。狗子和猫咪都可以吃，长期吃鱼油的猫狗毛发有光泽还不掉毛，眼珠子和鼻头都是黑黝黝的，看了就想咬一口。相信我，鱼油就是宠物营养品里面最值得入手的东西，没有之一。